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世安，欢迎来到陈世安的爱情教室，专解你爱情里所有的疑难杂症。刚跟男朋友分手，但是对方还是会不时的传简讯，还有打电话过来。虽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跟他当朋友，但是心情还没恢复，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既然都分手了，然后自己也心也受伤了，那倒不如任性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多爱自己一点，不想理他就别理他，然后等到自己心情恢复了再跟他交朋友也没关系啊。最重要的是疗伤的时候请听我的新歌《好爱好散》。遇见谁也都能